恶，有善不敢避，有罪不敢赦。义渠军宅里犯上作乱，藐视秦法，罪不可赦，但最终幡然悔悟，以死谢罪。大王念其功勋，宽恕义渠军之罪，下旨以君王葬，后续其部族家人。大王仁义厚德，我等心悦诚服。大王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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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岁！大王万岁！义渠王死后，大秦完成了对义渠的兼并，不但得到了无尽良马骑兵，而且从此东晋出征再无后顾之忧。大王，母后怎么样？太后把自己锁在里面，叫他也不肯应声。大王，已经一日一宿了，太后水米未进。这可如何是好？各位大人，还是请回吧。自太后回到交房殿后，闭门不纳外人，就连小的跟香儿、慧儿都进不去了。给您请安了。太后祖母，主儿给你请安了。母后，福儿给您请安了。太后明白你们的心意了，两位公子请回吧。公子福，您年长。母后，父母之所爱，宜爱之；父母之所敬，宜敬之。母亲有所忧戚，福儿忧戚，福儿不可起来。等祖母太后开了门，珠儿便会起来。太后，香儿给您跪下了。就算太后不心疼自己，也心疼一下两位公子吧。太后，慧儿也给您跪下了。求您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，别再委屈自己了。太后，小的母亲给您跪下了，已经是第三日了，您就开开门，喝一口汤水吧。太后。
太医，快！皇后，你醒醒啊！太后，国相，太医令去交房殿为太后问诊，怎么到此刻还没有消息？太后这次病得很重，只怕太医令也很棘手。他不能学普通夫人那样痛哭长嚎，就只能折磨自己的心神伤心了。母亲是伤心，但母亲伤心是早晚的事情，与妻儿无干。儿臣愿意为您做任何的事情，儿臣是宁愿死，也不愿意为了母后。让母后伤心，可儿臣不仅是母亲的儿子，更是嬴氏的子孙。嬴氏宗庙，列祖列宗在上，大秦千万臣民在下。我如果不是一国之君的话，儿臣一定可以顺从母后的心思。妻儿说的对，若母亲不是这个太后，便可既不委屈他人，也不委屈自己。母后，这些日子，儿臣常常想起我们在燕国时的情景。燕国，对，那个时候虽然艰苦无比，常常想早日逃离困境，可如今想起来，也就是在那时，母亲与孩儿最为亲近无间，同甘共苦，那也是儿臣一生中与母亲最为贴心的日子。